生命是未到终不会知，危难里其余成败得失很小事，人存活无下次，生分了寻意义，疾病如何医，曾受重创的心却最难救治，无惧最暗一天，前来赠你光线，全城如若高金伴在身边，无憾挺起相见，未怕承受风险，即使有权一手变天，都知我仍可选择良善。有局長同 Martin 同商界代表開咗幾次會議，我覺得佢哋兩個有啲嘢瞞住我。醫改方案嘅通過，就睇商家肯唔肯入市買醫院嘅股票。一間醫院最燒錢嘅係邊一個部門？你想 cut 咗急症室？係 A and E 一日等於其他部門一個月。我以前浪費太多時間，我想喺呢度最快。你咪話過我哋三個病人等緊呢個器官移植嘅，我決定咗幫佢不投。捐赠死者器官是家属的个人决定，用自己的器官去延续其他人的生命，这些才叫做生命的意义。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，今天我们医院会进行一宗很庞大的器官移植手术，所有 CTS 的医生都会参与这项手术的。正正因为这样，所以 CTS 就没有时间再兼顾其他紧急的 case。 王姑娘，麻烦你通知 Center 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 situation。我今次已經通知了 Center、康寧澤安和濟濟三間醫院會 backup 我們這邊的 patients。 可不可以叫局那邊調配多個 CTS 的醫生過來，至少可以應付一些緊急情況？這個問題我問過 YT 了，他說如果我們 A&E 可以處理得到，就無需要其他醫院的醫生來幫忙了。那 CTS 那邊的手術要做多久？我問了唐明，兩個單肺移植最快8小時，最麻煩是人工心臟的 patient，要拆除人工心臟再移植私心，不會少過12小時。我想我們沒辦法叫他們做完手術之後下來處理我們這邊的 case。 總之所有牽涉到 CTS 的 patient， 如果情況不嚴重可以等就留，如果情況非常緊急需要做手術的，就馬上分配其他的醫院。清楚？Thomas， patient vital 幾多 ？BB 1371 ，pulse 58 ，SpO2 96。留意住 patient 嘅 SpO2。Mary， 通知師傅嗰邊 ，room B， 移除左邊肺嘅步驟會喺25分鐘之後完成。幫我。係。準備按 bypass。OK。醫生搞掂，佢仲好拉大咗。BP 點啊 ？BP 120-75 ，pulse 65 ，SpO2 93，指數穩定。通知唐明 ，room C 病人準備按 bypass， 預計右肺移除時間係45分鐘。Forceps scissors。而家幫 patient 進行摘除人工心臟嘅手術，開幫。OK。Robert。才可以拆除呢個人工心臟咧？心臟組織黏連比預期嚴重，需要2.5小時。傷口唔夠大，移除3至6號肋骨。留意住每個器官嘅摘除時間，阿 Kevin。手術做咗幾耐？用咗37分鐘。唐明醫生，肋骨已經移除。謝謝。波 Sir。
拎个 room B 俾德仔。依家撤除另一边肺 ，Peter 调位。手術繼續。Thomas, BP 幾多 ？BP 173 ，Pulse 71 ，SpO2 91。Good， 我哋依家開始幫病人進行左肺植入。阿軒，咩事啊？輝傑，307號房嘅病人。張志豪嘅 MRI 出咗嚟，佢前頁葉乳腺區嘅部分出現咗一個血栓，我覺得以佢咁嘅年紀唔係太適合做手術，所以我決定同佢進行藥物治療，睇下可唔可以改善到嘅情況。Whitey 啊，不如你睇下啲片先。唔使啦，個 patient 你跟開嘅，用咩治療方案你自己可以決定。你而家係顧問醫生，唔使每一個 case 都問我。咁好啊。我會同 patient 解釋一下之後嘅治療方案，咁我出翻去先。不過有一件事我想問你，坐。最近你爹哋有冇同你提過醫改方案嘅事啊？我知道佢同班商家就注資數額嘅問題，好似仲未同尤局長同 Martin 佢哋達成共識，知唔知道出咗啲咩問題啊？我都唔係咁清楚。呢個方案擺上立法會嘅日子越嚟越近，我希望可以通過呢個方案嘅同時，把商家亦都可以落實到注資幾多資金落去明誠北呢一隻股票度。Whitey 啊，其實好少理爹哋生意上嘅事，不過佢既然應承得你支持呢個方案，我覺得佢唔會反口。如果唔會反口，點解拖到而家都未曾落實一個數字？我不嬲都唔中意同啲做生意嘅人討價還價。上次佢哋話要取消醫發局嘅行政架構 ，OK 冇問題啊。我考慮咗一個鐘，我就應承。但係而家拖咗成個星期，都冇一個答覆俾我。咁即係點啊？始終我冇得翻轉頭，想打死狗講價。Whitey 啊，爹哋佢哋唔係咁嘅意思，佢哋只係覺得 Patrick 你唔好嘥我時間。你爹哋到底想點？他哋覺得，如果明誠北要上市嘅話，就要 cut 咗開支最大嘅部門，想 cut 咗 A&E。如果決定唔 cut 嘅話，佢哋會點啊？佢哋一毫子都唔會投資落明誠北度。
應該開始進行右肺移植。4O 啊！指甲粒的位置好深喎，點解嘅？因為我將支筆插咗入自己隻耳仔之後，掹翻出嚟，我就見到支筆個筆頭嗰度個擦膠唔見咗啦。咁我就估到肯定嗰粒擦膠塞咗入我隻耳仔。咁我諗住用呢隻手指咁樣撩翻佢出嚟啦，點知好似越撩越入啊！我同你講咗幾多次啊？淨識得玩，邊有人啊？曳到啊，將支筆插入耳仔裏邊㗎？太太，唔使咁緊張嚇。你係咪而家覺得呼吸有啲困難啊？係啊，佢有哮喘啊。咁姐姐幫你聽下個肺先啊。嗯。好，你擰轉身望住媽咪係啦，幫你除咗件冷衫啊。OK。個聽筒會有少少凍喎，唔使驚啊。嗯。好快嘅。OK。好啦，准备深呼吸，嚟多次，嗯，好好，点啊，医生？佢唔系哮喘病发，我谂佢有啲紧张啫。但系佢嗰个擦舌胶粒个位置咧太入啦，我唔可以就咁喺度帮佢掹出嚟。我會 send 佢上耳鼻喉科嗰邊，會揾醫生幫佢噶啦。嗱，粒擦舌膠粒咧可以攞翻出嚟嘅。話俾姐姐聽，你係咪平時都咁中意插支筆落隻耳仔度噶？定係啲同學仔中意咁樣同你玩啊？咩事啊，醫生？冇嘢啊，傾下偈咋。好啦，陣間會有姑娘帶你哋上去噶啦。冇事啦，嗯。Miss， 呢位小妹妹要去耳鼻喉科，你准备下。嗯。汪姑娘，开医务社工同嗰位小妹妹倾下偈啊。咩事啊？我怀疑喺学校俾同学仔虾，佢应该唔系自己怼个铅笔入去，系嗰啲同学仔。阴公啊！好彩系擦字胶粒咋。苏爷，个气胸咧有啲 complicated。多谢。康小姐，個專輯拍咗幾日，夠曬料啦嘛？都差唔多噶啦，今次真係唔該曬你同埋其他醫生。唔好客氣啦。係啦，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好想問你，你覺唔覺得 A&E 係醫院入面最重要嘅部門？唔可以咁樣講，醫院裏邊每個部門都重要噶啦，就好似身體裏邊嘅器官咁，冇咗邊個都唔得嘅。不過如果你話 A&E 扮演咩角色咧？我會咁樣答你啦，係血管。血管負責將身體不停流動嘅血液咧輸送去各個器官，重要噶。喺專輯入面，我一定會叫主持講翻你呢句説話。多謝。喂，康橋 ，Martin 啊，我有啲好重要嘅事想當面同你傾下。Thank you.
陳醫生啊，可以通知下一組入嚟幫捐贈者做縫合噶咯喎。唔使，我想自己做。特特女，捐贈者嘅心臟已經 ready。人工心臟嗰個口咧，全部切開。我而家拎出人工心臟。Blood loss， 大約250cc。我跟住準備進行。Daddy， 不如叫唐明醫生嚟接手啊！你做咗3個鐘頭手術，你攰噶啦。即刻通知唐明醫生。唔使，我仲夠精神，可以完成之後嘅手術。爹哋啊，一阵个 part 仲复杂，你攰就唔好勉强啦。唔使担心，我自己知道自己仲可以应付嘅。呢次可能系我女中学最后一个手术，我一定要亲力亲为完成佢。辛苦大家，而家准备为病人植入心脏。我知道你喺名城不拍嘢，所以专登过嚟揾你。我都担心你唔见我，因为话晒我同你离婚嗰阵时候，都闹得几不愉快。讲真啦，我真系谂过唔出嚟，但系我又好好奇，你究竟揾我做乜？你同 YT 咁好朋友，你应该收到消息，班生意佬要求由国栋将医发局风光大葬，我好可能系医发局最后一届主席。在班生意人眼中，醫改方案只不過是一個投資項目，要他們注資買明城北的股票，就當然要做靚盤數的了。現在醫發局都沒有他在政府和公營醫院之間的橋梁角色，被人拿來開刀都很正常。班生意佬貪錢我可以理解，但我跟尤國棟坐在同一條船，他講都沒有跟我講過就跟班生意佬台底交易，我揀都沒得揀。人們經常說有錢的人就任性，有權的人就無恥。呢個尤國棟，佢咁撲心撲命為個醫改，講到尾都係為佢自己啫。Martin， 我好了解你，你想我幫你做啲咩？從政嘅唔多唔少都有啲污糟嘢擺個袋度，尤國棟都唔例外。呢一份就當我送俾你嘅離婚禮物。你想透过电视台爆尤国栋阴私，点解你觉得我会帮你？如果依家呢个时候爆呢份嘢出嚟嘅话，班议员一定会借题发挥，乘机推翻医改方案。我咁做咪真系出卖 YT？ 呢份礼物我送俾你嘅，你中意点做就点做。你可以随时引爆佢，或者拧转头摆部碎纸机度碎咗佢都得。我尊重你嘅决定。不过讲到尾，我都系想睇住个炸弹爆。Candice， 你上去投下。唔使，已经用多咗时间。Perfusion pressure 跌到35。加大啲嘅 bypass flow。OK。我哋继续，依家开始进行肺静脉。拨开大个 recharger。5分鐘。
唔使手術刀啊，你幫我做埋手術佢。程乐文医生有啲事要帮我处理，而家开始呢个手术由我负责。聽喺行會嗰度，會同特首、三位司長同埋其他成員交代翻今次方案修改嘅內容噶啦。問題應該唔會好大。好啊，等我好少先。OK， 拜拜。有楊楊醫生佢，我出咗嚟先。點啊，威天？今日醫院唔係一個大手術做緊咩？有咩事打俾我咪得咯。我交咗俾唐明醫生 in charge， 冇事嘅。你好似好忙咁，唔坐喺度做嘢嘛？唔坐，諗住行會前再執執醫改方案啲資料啫嘛。醫改方案唔係已經 ready 好曬嘅咩？仲有咩要執啊？哦，冇呢啲小修小補嚟嘅啫，同之前嘅唔係出入好大。放心啊，威天。醫改通過之後，要將 A and E 接埋，呢個小修定係小改？你出去唞下先。15分鐘之後翻嚟。姚局長，你係肝臟內科醫生，我諗你未試過入手術室切除腫瘤嘅經驗。我同你講，癌細胞幾惡都好，我哋做醫生一步都唔可以讓。你越讓佢，佢就越惡。呢班商家佬，十足癌細胞一樣。佢今日要你接埋醫發局，聽日就會要你接埋 A and E， 日日有唔同嘅要求，日日都會俾麻煩我哋。喺佢哋眼裏面只有錢，佢哋唔會明白醫改方案嘅理念。總之 A and E 絕對唔能夠 cut。偉志啊，有時有啲嘢係唔可以夾硬嚟嘅，就算喺手術台上面，我哋都要作出妥協，為咗維持住病人嘅生命。有啲壞嘅細胞，我哋都要由得佢喺身體入邊。我話俾你知，今次我嘅讓步其實係迫於無奈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今次我哋企硬嘅話，就算醫改方案通過咗又如何？冇咗班大媽耍開水喉，就算明誠北上到市，單靠啲散户根本就唔足以維持成間醫院嘅開支。姚局長，你係咪唔記得咗醫改方案原意係乜嘢？將公營醫院證券化。用商業運作代替政府補貼翻俾市民啊嘛！如果呢個原則都做唔到，呢個方案根本就唔值得推行。我根本就冇話過唔理香港嘅市民，我已經同林生、歐陽生傾好咗，我哋會用另外一個渠道去維持市民可以享用廉價醫療呢個原則。佢哋仲應承我，佢話如果 cut 咗 A and E 嘅話，佢哋會注資落去一個醫療基金嗰度，到時全香港800萬市民咪一樣可以享有原先所享有嘅福利咯。呢班商家佬只系玩紧佢哋最熟悉嘅财技。如果佢哋唔尊重呢个医改方案嘅话，我唔稀罕佢哋资金，我要搁置呢个方案，揾个第二班投资者。
點揾啊？個個商家佬都係咁樣噶啦。而家呢個方案就嚟上馬噶，唔可以再拖噶。我係代表政府呢一方，我覺得呢個方案冇問題。我係醫改方案委員會嘅召集人，如果呢個方案有一個字改動，我都會作出反對。好，咁我就喺聽日行會度向特首要求解散醫改委員會。到時你再唔係醫改嘅委員，你冇權 say no。慧慈，山不轉路轉，做人有時學識轉駁好啲。医生，阿尤局长叫我拎把枪嚟俾你。唔该。咁我上翻做嘢先。病人心臟血管接駁完畢，試下停咗個泵，幫助病人回復心跳。OK。MAP 幾多？85。準備接入 One Blood。病人睇翻幾多？開始升翻34度。準備鬆開 ，Close Clamp。最後一個手術，多謝曬。我諗各位傳媒朋友都等咗好耐啦。由於我哋院長楊日滔醫生有其他事項要處理，所以今日嘅聯合移植手術嘅情況，就由我哋神經外科嘅顧問醫生林學奇同大家匯報一下。就今日我哋醫院心胸肺科負責嘅三個器官移植手術，喺15分鐘前已經全部完成。三宗手術都順利喺預定6個鐘頭內完成。目前病人已經轉移咗去 ICU 接受觀察。就維生指數嚟講，情況係屬於穩定同埋樂觀。最後，楊院長吩咐我代佢正式多謝明誠北心胸肺科所有嘅醫護人員。多謝佢哋完成咗一次咁艱難嘅手術，為三位病人延續佢哋寶貴嘅生命，同時亦都為明誠北創造咗一次奇蹟。
咁樣林宇對身體唔好噶。個 patient 點啊？手術好成功，三個 patient 都冇事，仲翻 ICU。你隻手點啊？仲係冇力啊？我冇事。我聽日同 YT 講，叫佢提早放你假，你早啲過美國接受檢查啦。你呢個情況有機會係主動脈縮窄造成，情況可能會再惡化。咁啦，你臨走前我幫你照多次 MRI。我識得點處理，唔該曬。Kenneth， 我知病人有私隱，有權選擇接受咩治療。你當我係同事嘅話，可以咩都唔講。但係如果你當我係朋友，我想你知道，我係有能力幫你分擔。你出句聲啦！你個樣話俾我聽，你認輸啊！你未打認輸，有乜可能啊？癌細胞幾耐都好，都係身體嘅壞組織嚟㗎咋。你要贏佢，係唔可以讓，係一步都唔可以讓啊！唔好同我講啲廢話啦！你講嗰啲廢話，我都同個 patient 講過，講得比你同你仲要好聽啊！但係到最後，真係有命可以手術得出，我唔係幾多個，真係可以打贏呢場仗嘅有幾多個啊？你係醫生，你都好清楚啊！萬分之一嘅存活率都係機會啊！你係名城北嘅天才醫生，幫過咁多 patient 創造奇蹟，點解唔肯幫自己創造一次啫？我係醫生，我心中有數。場仗我會打，不過我會自己一個人打。打俾我哋啊嘛，去接你啊嘛。頭先唐明同我講啊，佢話你唔舒服，佢頂咗你手術嚟做，佢冇嘢啊嘛。你邊度唔舒服啊？係咪發燒啊？我哋本來諗住同你食好嘢嘅，不過你唔舒服咧，我就翻屋企煮粥俾你食。唔好啦，就係唔舒服先要食正嘢啊嘛。我哋去醬下先。因為我煮嘢粥好難食咩？啊？喂，你病嘅時候都係我煮俾你食。做咩啊？系咪好唔舒服啊？使唔使同你翻翻入去啊？有 cancer， 黑春。YT， 咩事啊？系咪医改嘅事啊？骆太女，对唔住。又話你個舊同學係咩醫法局檔案部副主任？喂，呢啲係普通合約醫生嘅驗身報告嚟嘅啫喎，有冇其他啊？可以攞得出嚟嘅咧，就係得咁多啦。其實會唔會係 Kenneth 根本就冇上報到依家嘅情況？不如勸你翻醫院照一次 MRI 睇清楚。佢唔肯去啊，揾條繩扎佢去咩？未見過啲女人咁鬼硬嘅。苏怡，系咁早揾我嘅？系啊，我今朝喺 Kenneth 间房度攞咗呢个，应该系由佢做检查，直至到做完手术之后，一共九张片。你知道晒？我想知道佢嘅情况究竟有几严重，你系呢方面嘅专家，你帮我睇下。喺心房黏膜瘤 ，atrial myxoma。嗱，佢嘅肿瘤初期系良性嘅，直径唔超过3.5cm。而
而佢之後做咗腫瘤切除手術之後，基本上所有癌細胞都清除曬。不過由呢張 CT 片睇嚟，佢個腫瘤復發咗，位置喺左心房底部，直徑超過4cm。由佢腫瘤嘅黏連程度睇嚟，佢個腫瘤而家惡化緊，但係惡化到咩程度我都唔知道。淑儀，我諗你要盡快安排 Kenneth 過美國。佢腫瘤依家嘅情況，要做手術有一定嘅難度。美國嗰邊嘅主診醫生會有把握我度。Sorry， 唔使打啦，個手術等我做。你哋翻去，如果發現有啲咩拍漏咗嘅，可以隨時翻嚟補拍嘅喎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唔好阻住我哋做嘢就得噶啦。唔該曬你啊，余醫生。我諗今日啲片應該夠噶啦。係咧，康小姐咧，佢喺嗰邊咧同阿楊院長交代緊兩句啊。呢份係油國棟嘅黑材料，尋日 Martin 交俾我。我唔知佢幾時揾人查翻嚟，不過啲同事已經 check 過噶啦，啲料係堅。我好知佢脾性，佢唔甘心由國棟同商界嗰邊接咗醫發局，但佢亦都知道如果爆呢單事出嚟嘅話，會影響佢，所以佢決定交個波俾我，等我去決定。你撕爛咗又將佢黐翻，依家將個波交俾我。喺依家嘅時候冇黑衞生局局長，會影響醫改方案通過。唔好理個醫改方案，同我包單炒埋出嚟。點解要咁做啊？個方案好快就上立法會噶啦。我而家改變主意，我要殺停個方案，包單炒埋出嚟。我要喺油國棟上行政會議之前就爆出嚟。華天。我昨天跟爹哋傾過，其實什麼都可以商量的。不要講，不如我幫你約個時間見後面，好唔好啊？唔好再講。我知道爹哋的想法有問題，佢唔應該用生意角度擺喺醫改方案嗰度。我哋一起去勸下佢啊，佢一定會聽。唔好再講啊！你爹哋同我講的全部都是廢話，每一句都是大話。由今天開始。我不會再相信他講任何一句說話。你在這裡做什麼？英他們呢？他們回到工了，放心吧，我除了是。你又想怎樣啊，唐醫生？如果你來說回昨天說的話，你就走了。你應該打電話去取消張機票，同美國嗰邊講你唔會翻去接受治療，因為由而家開始你係我病人，我係你主診醫生。唐醫生啊，我有權選擇我用乜嘢治療方案，亦都有權選擇由邊個醫生醫我嘅病咯。你有咩選擇我都唔理，除非你諗住撬埋對手，由得個腫瘤擴散。如果唔係，可以揀嘅醫生只有我一個。你知唔知我腫瘤復發嘅位置喺邊啊？就連美國那邊的醫生都不可以100%肯定可以徹底地清除，你是誰啊？我想不到一個理由要留下給你做我這個手術。你留下一個，因為我絕對有能力幫你打贏這場仗。如果不能夠100%幫你清除所有癌細胞，我就去信醫法局辭職，不再入 OT。 從今之後我什麼都不做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帶你遊遍全世界，去找一個比我更叻的醫生去醫好你。陳立文醫生，我對你的病很有信心，我亦都希望你對我有信心，希望你將個心交俾我。你要記住你呢一句。Yan， 放射通知咗我 ，Kenneth 啱啱到咗，會幫佢照 MRI。OK。咁唐明好快會幫佢安排做手術。Atrial exoma， 仲要翻發喺佢心臟底部。唐明係咪真係有信心幫佢做手術㗎？除非佢唔肯入手術室，佢入得嘅，個病人一定會冇事。
我對佢有信心。個樓嘅直徑接近5cm，差唔多堵塞住半個心腔，而家仲擴散到心臟嘅位置。師傅，情況比我哋預期仲嚴重。Stanley， 左心室嘅位置幫我再 reconstruction 多幾張。尤局長，我哋開去開會啦。OK。點啊 ，Martin？ 喂，有咩嘢咧？等我開完個行政會議再打俾你。本台收到一份全真資料，內容指香港現任衛生局局長尤國棟喺2005年嘅時候，於摩洛哥旅遊期間，因毆打妓女而被警方拘捕，喺保釋期內潛逃離開摩洛哥。本台就呢一个消息，透过摩洛哥驻香港领事馆联络到当时负责呢宗案件嘅警署，证实当时有一名译音邱扩通嘅中国籍男子弃保潜逃。没由未开始，日子也类似，迷惘不会再讲理智。或者孤独会处置，怀念如内伤怎去医？没由你开始，微笑都刻意，其实不开心太多次，才明白爱是奉献出无限次，无憾是有过甜美故事。当身体不见有伤，呼吸心跳。